小月，你要睡觉了吗？对啊，都晚上了。那我们一起？谁要和你一起睡啊？小月，你确定你要直接这么睡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多村民啊？来个好啊！之前一直打算试试1.19.2的纯净生存，所以阿阳今天就要和一位神秘人物进行1.19.2的联机生存。我们先撸点木棍，等等他。A few moments later.哇哦！哎，小月你来了，怎么是沙漠啊？哦，还有奖励箱。我不到啊，我随机种子的。你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工具和原木。我看这附近挺多甘蔗的，我们一边采集木棍和甘蔗，一边探探地图吧。行。哎，小月，前面有个村子，来跟我走。你慢点，等等我。你看，你看，村民们是多么的友善呢。是呀，是呀，村民们热情又大方。阿阳说的对，所以村民是我们的好朋友。你俩也一样。嗯。小月，你要睡觉了吗？对啊，都晚上了。那我们一起？谁要和你一起睡啊？小月，你确定你要直接这么睡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多村民啊？到头来还不是要跟我一起睡？哎，我看那个小村民好像挺喜欢你的。不要狗叫，睡你的吧。